感谢感谢，来！哎，别，我替他喝，我替他喝这杯，干了，来！哎呦，我敬人刘小姐呢，你慢点儿啊！怎么样？哎，好吃啊！这个人点的是哪家呀？哎，辣的真好吃。不是点的啊，是我们贾老师自己炒的，真假的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很开心，我觉得我这时候得说两句啊。大家也都认识挺长时间的了，对吧？从来都没有坐到一块吃过一顿饭啊。那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，有什么误会啊，什么想说的话，这全部都说开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干一杯吧。这个感情嘛，就是吃火锅一样的，越煮越香，越烧越旺，对吧？来，喝。来来，喝喝喝喝。我认为就简单，有好吃的我就开心。来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别说，金小姐有的时候说话可以的，有点水平的，说的这句话很好啊。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记住，你记住了没？我已经记住了，写到剧本里。回头那个咱们电视剧里有什么旁边的那些角色，就让他说这种话，就把这个词儿用进去。我已经记住了，火锅记住了啊。可以可以，这个词儿可以的。哎，圆圆，嗯，刚才刘小姐问的这个锅是在哪儿买的？你给您介绍一下。我们贾老师炒火锅底料的手艺啊，不比写作差。那你为什么不开火锅店呀？写什么字儿啊？写字儿都不挣钱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俩写字儿是为了赚钱啊。那不然为了什么？还为了弘扬文化呀？我看你们写的都是打打杀杀的东西，没见你们有什么神圣的使命啊！哎呀，金小姐啊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得跟你论一论了。我们哥俩这个职业啊，不高级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很接地气儿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？我们哥俩耗尽了心血，为的就是点亮那些无聊的人的时光，啊，啊，哎，哦，嘣嚓！哇哦！好吃啊，快吃吧，大家。还行哈。嗯。那个熟了没呀？没熟，没熟，没熟。珊珊啊，嗯，哎，我得说你，你太不会办事儿了，你得见识刘小姐一杯啊。刘小姐，来来来，啊，你别光喝那个饮料，喝多了容易发胖。来，这个我来敬你一杯，好吧？主要是珊珊呢也住在这儿，多有打扰。另外，我们这次这个剧本的事儿，多亏有你了啊，没有你我们都不能及时交稿。感谢感谢，来。哎，别，我替他喝，我替他喝这杯，干了，来。哎，我敬人刘小姐呢，你。慢点儿啊！哇，你喝什么呀？哎呀，那这是来，珊珊，你来代表工作室敬刘小姐一杯，好不好？啊，快点！哎，少喝点，别喝饮料了，饮料就少喝点，喝饮料，喝。那是应该的，咱们邻居嘛，这些互相帮助，应该。哎呀。刘小姐人真不错，看上去。哎，说您是个心理医生是吧？不，心理咨询师，不是医生。哎呦，心理咨询师那太厉害了。哎，你们还别说啊，有些病啊，这个医生都治不好的啊。